贸易及物流业是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，贡献大约五分一本地生产总值，在香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近几年海外网购兴起，香港被视为国际物流的理想区域中转站，除了因为有自由港免税优势，亦都离不开香港卓越的清关效率。外国货品运来香港要先清关，而清关过程一啲都不简单。香港机场超级一号货站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多层式空运货站，每年处理货运量可以达到350万公吨。以往办理货物入境的清关手续，货运代理需要亲身到场等候，既浪费时间，容易因为排队而出现争拗。顺应智慧物流的趋势，香港海关联同香港空运货站研发出空运货物清关轮候系统，提货人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在线上轮候，实时了解货物的清关流程，方便提货人灵活分配时间，又可以减少人群聚集，协助防疫。数码化转型除了确保香港物流业维持优势，亦都令到香港在国家物流发展上继续发挥国际枢纽作用。拼搏与香港共赢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